鲜巧克力在台湾掀起这阵旋风，还卖到缺货。好，这位呢曾经在台湾留学的日本作家安井千惠，他带了一大箱超过了400条的雷神巧克力，特地前往立院替学生来加油打气。晚上领完便当，还有甜点可吃，满满一大箱雷神巧克力，是作家安井千惠从日本扛来台湾，想围绕在立法院抗争的学生。小雷神，他有很多种，他也有白雷神，白的也有。哇，大雷神、小雷神，还有北海道限定的白雷神，装满行李箱共415包，这是安井花了10天时间跑遍日本大大小小超商，好不容易才买来的。在日本每天看着你们，要不其实什么都拿不上满，只能做这个事情。安井不仅曾在台湾留学，每三个月都要来台湾走走，看到新闻上努力捍卫理念的学生，他也想尽份心力。台湾加油。每一条雷神安井都亲自包装，贴上台日国旗，希望透过巧克力把爱传递出去。记者林新宪、黄媛媛、蔡新芳台北报道。